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振作回来，我是蔡小君，共创宠物友善城市，打造宠物与饲主的休闲娱乐空间，一直是基隆市政府近年来在努力做的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带大家来看看市政府的努力，还有一些宠物的小知识哦。为您邀请到两位来宾，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动物保护所所长陈瑞斌。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所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基隆市猫咪 TNR 协会的常务理事萧碧玲。各位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碧玲姐好。要先带大家来看一段影片哦，就是这个礼拜六10月1号将在碧沙渔港举办的狗狗森友会。疫情趋缓，民众带着家中毛小孩出外运动超开心。狗狗森友会去年因为疫情暂停，政府今年在7个行政区扩大举办，产发处和官销处合作，10月1号将开放民众和狗宝贝一起登上基隆屿。那个基隆屿登岛的活动，饲主可以带着你的狗狗去登基隆屿，去申请基隆屿。那原本是限制15只犬，那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继续接受报名，一个礼拜的时间。那我们这边有跟官销处这边来协调，特别在开放24个名额。给有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带着你家的爱犬。那所以我们今年是扩大举办，那在7区呢都有举办各区的一个狗狗森友会，那民众反应非常的热烈。那10月1号在碧沙渔港是我们的大会师啊，所以这个非常这个高兴的来邀请我们的这个家人包括我们家里面的毛小孩一起10月1号到碧沙渔港。来这个交流，好，那当然也有相关的一个很多的一个活动，可以让大家来一个参与然后另外还有精美的奖品。那今年还有一个特别不一样，好，刚刚处长有讲，我们还开放要登岛登基隆屿，带着自己心爱的这个狗狗，然后一起登岛，然后现在也开放增加名额。本来是15，然后再加20嘛，那总共就是35个名额，那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然后这个踊跃参与，打造友善的宠物城市。政府这几年来投入相当大的资源和心力，大家关心的首座宠物公园，基隆市长林佑昌透露还在选址当中，预计明年下半年前启用。所以我们在这几年有关于我们的这些毛小孩有包括宠物的一个福利，市政府投入很多的一个资源跟心力，包括现在我们的宠物银行这个也在这个整建当中即将要完工，那是这个超越双北一个5星级的一个宠物银行，那非常的一个设施非常的一个完善我相信也可以提供给我们基隆市这个相关动物的保护以及福利的一个提供。那另外是我们在这几年也举办了很多这个例如今天讲的这个狗狗森友会的一个活动，那今年是扩大在各区举办，那大家的反应非常的好，所以我想我们未来也会持续的办理下去。那虽然市长的任期到今年年底不过我们会坚持到最后一天，希望能够打造基隆成为一个这个宠物友善的一个城市。那宠物公园的部分呢，现在也正在进行最后的一个评估阶段，即将要答案即将要公布就是我们第一座的宠物公园。那相关的一个工程的经费，明年的工程经费也已经编列在112年的预算里面，好，有500万的一个工程经费。所以今年的选址完成之后，明年我们就会立即进行工程。我们相信在明年的下半年之前，应该可以让宠物公园能够正式启用，来服务所有的我们基隆市的这些宠物们。10月1号碧沙渔港大集合活动现场规划了狗狗行为训练讲座、快乐艺术团表演、宠物文创及在地美食、动保署安排专业的兽医师提供免费狂犬病注射疫苗。哇，真的可以看到基隆市政府非常的用心，他每年都有办这样的狗狗集合森友会的大赛不是大赛，是让大家一起去交流，走嘉年华会。对，那可以看到市府的用心。那认养代替购买这一件事情宣导有成，因为可以看到家户认养流浪犬已经呈现饱和的状态。那当然，市府也在积极的做努力，有做了哪些这个笼居改换的
成效呢？因为现在我们像基隆市啊，很多住家是属于基隆市住宅啦，其实能够认养一个家庭能够认养一只，其实已经算是蛮可以很好了。那如果说要一个住宅内饲养很多的，当然是会有困难。那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些认养，就是把它转换，就再开拓新的管道嘛。像我们有推出校狗补助，校狗补助它的目的就是希望说，校园他去认养那个我们的收容所的流浪狗，然后当做他的校犬，那做学校的生命教育。那认养校狗，我们今年就是编列预算嘛，去补助这个认养校狗的学校。譬如说狗每个月提供6公斤的干饲料，好，每个月哈会给他做心丝虫预防，每3个月会做内外寄生虫的去除，然后每年会给他打蛇疫疫苗，好，然后那个做健检，全口洗牙，然后每半年会给他做一次美容洗澡。那未来如果说好这个推行不错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在好狗的一生尽量就是去补助他，然后让学校都可以去接受有校犬，然后生命教育。对对对，就是学童那知道说怎么去应对动物，不是说因为我们在野外也会看到很多动物啦，那我们要知道说哦，动物原来是不可怕，因为有些小孩子或者是家长他可能不常接触到动物，因为我们都住家内嘛，然后他可能会在不经意可能出去玩或哪里遇到动物，然后他就会觉得哦，那会不会咬人啊，或者是说他可不可以接近啊，所以利用这个校狗的话，他就可以知道怎么去跟动物去互动，好，知道说哦，原来狗他也是很聪明的，好，他可能可以跟你互动，哦，也是很温驯可以接近的，不是说哦他就是会咬人这样子，看到就要赶快闪远，是也没有啊。当然这个校狗是其中一个啦，但我们今年也有推出一个，好，请摄影师来拍宠物沙龙，就把让的，好，让它拍得漂漂亮，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对美的事物总是会多留意嘛，那希望借由这个，然后让它有机会曝光出去，然后可以去认养它。那我们也就好去征求说有没有那个李林啊，或者是机构或者是公司行号，他们可以帮我们设一个那个认养小站，类似这种，就或者是动物保护推广站，我们或许在那边做一个告示牌，目前已经开始在做了，做一个告示牌，然后我们拍摄的美美照片哦，要认养的狗狗就贴在他们那边，然后他们就好让更多人在就近在便利的方式看到，然后有兴趣，然后跟我联络，我还协助这个狗狗来认养到一个正常的家庭，让它可以有，就是说不要再流浪了啦，就有人照顾啦，好啊，这就是推动多元认养啊啊。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从学校那边着手，我们跟教育处合作，然后我们去制作动物保护小册子，那其中就讲很多，就是说但主流上是犬猫啦，就是讲哦，如果跟狗狗相处，好，或我们在野外遇到狗狗，好，对你吠叫怎么处理啊，好，这些分发到这个我们全市39所学校，然后4、5、6年级的所有学生，让他们去看，然后也办一个有奖征答，那送一些奖品给他们，那希望他们就是说动保就会从小扎根，那未来可能就会减少。比如说我家有养狗嘛，我去学习到这个知识，我知道说哦，我家狗狗要打晶片哦，要绝育哦，它不会乱生，好，然后不可以吃巧克力哦。哦，对，不能吃巧克力，那个就是对他可能就要知道说哦，我不是我吃的都可以给他吃，他可能没有那个代谢的酶，可能吃了他就马上哦就中毒了，就面临生命的威胁。对，那从小扎根之后，未来可能就流浪动物会渐渐减少嘛。就是我知道我家的狗就是要负起责任，我不应该再把它乱丢了，类似这种。哇，所以可以看到市府真的很用心，而且现在还推出了宠物沙龙照，哇，就是帮我们的流浪猫犬拍一张美美的照片，對對對，让更多人如果接触有缘人喜欢的话，就可以来跟我们的动保所联络。那我就要请教我们的碧玲姐哦，其实在你们的协会其实也有这样的认养的模式吗？我们协会目前是以抓扎为主，就是流浪猫抓扎然后原放，那
送养的部分，就是因为刚好你如果抓到母猫的话，有小猫的话，就只能帮它捞起来，不然它在外面会饿死。然后我们就是有短暂的中途，然后就让它非常的健康的送去啦。是，所以就是先帮他们照顾好，也一样要找到有缘人家。我们会筛选那个认养人哦，所以都有一些适当的条件，没有，就是 FB 会 po， 然后有适当的认养条件，至少不能够弃养，一定要结扎，要植晶片，要打预防针，这最基本的概念啊，不可以要有防护网，不可以溜带猫出去。就是这样子，最简单的基本观念一定要有。对，所以你们是透过脸书或者是一些亲朋好友啊，还有协会的那个活动。对，喜欢的就会上网搜寻，有机会看到就可以来跟我们的碧玲姐这一个团体来联络。对对，那很多的流浪猫狗，很是这个饲主遗失的，或走私，或者是他们遗弃的。那要带大家来看看哦，就是动保所最近有收到一只10万元的宠物，是什么呢？快看！一步两步三步，陆龟走起来相当矫健，看到摄影镜头相当好奇。拍个摄影机，对摄影机也很好奇。漂亮的花纹龟壳，生性相当温和。有民众日前发现它在逛大街，赶紧送到动保所。民众在路上捡到的，那我们怀疑它可能是就是自行脱逃，或是民众有弃养的状况，我们不清楚。那就是它进我们所之后，我们就是用，因为它的豹纹陆龟，它们陆龟类的，就是主食是蔬菜，那就是喂食蔬菜跟就是陆龟专用的饲料这样子。经过兽医师检查，发现这只豹纹龟精神不错，食欲也相当好，身长40公分，重约2公斤，推测年龄至少有20到25岁，市价超过10万元。那其实这种陆龟，它们就是需要比较大的空间去饲养它，然后跟就是阳光的照射对它们来说也是相当重要。所以呢，在陆龟的饲养上其实是有一点门槛在。那就是希望民众说，如果有饲养陆龟的话，那就是做好这个动物的管制，就是不要随便弃养或是让它有逃逸的一个行为。豹纹陆龟原产自非洲大陆，龟壳上有不规则的纹路，斑点和花豹相似。不过之前才有人捡到卡达象龟，难道是出现了弃养潮？动保所认为应该只是刚好翘家。他的同仁其实都蛮喜欢动物的啦，那这只吼跟来来去去的那个动物其实是比较不一样一点，啊，它放出来吼也会到处这样悠闲的逛逛。其实这对我们本来其实有一个信念，就是说希望各公家机关或者是一些工商好啦，其实也可以鼓励员工带一些宠物过来一起上班，其实也是蛮疗愈的。把动保所办公室就当自己的家，开心的爬了起来，超萌的动作征服不少人。动保所也提醒，陆龟饲养环境有一定的要求，民众在饲养前一定要想清楚。刚才我们在看这支影片的时候，就在说，这一只被认养走了吗？10万元，我要请教所长。因为这只豹纹陆龟其实是二级保育类动物啦，那它推断了，应该就是它是在国外繁殖的，繁殖就是有繁殖场繁殖，然后有业者进口。那如果不是进口，那当然就走私。那照理说，国内如果要饲养保育类动物，像这种繁殖进来，人工繁殖，它是应该有一定的证明的，就是它当初有报关，好进来我们这边，对，还有筛提词文件，就是有一个保育类的，好的证明，对，那它才可以饲养。那所以这只其实，后来很多人来认养，露出之后，对，很多人主张就是他的龟，但事实上我们去比对，甚至有人拿他的照片嘛，其实在比对花纹上都不是的啊。但有些说哦，那是我龟，可是提不出证明的话，其实也没办法给他，因为那个保育类动物，你如果没有证明，其实就是非法饲养，那是会有刑责的啦。所以到目前来说，我们是委托专业的团体去饲养它，当然是一个代养，它的产权还是属于我们市政府啦。所以未来如果饲主出面，当然就是拿出的再去证明的话，对对对，因为这个绝对是有人饲养宠，因为这种野生动物其实非犬猫类啦，应该这样说，非犬猫类目前也是很多人在饲养，也就是说
这种野生动物、啊、很多呢。宠物店因为这种随时都可以买得到啊。如果说哦，它很温驯，野生动物如果很温驯，然后是人工繁殖的，哦，那可能就很容易入手入门啦、啊。所以就可能有些人会养这种东西，像乌龟啊、鸟啊什么的。对对对。哇，可以看到我们动保所真的是很用心哦、嗯，每年其实救了很多流浪的这个猫犬，而且还有野生动物。嗯、但在流浪猫犬这部分，要请教所长，就是有效减少这个流浪猫犬的数量，雨林扑杀其实常年来一直在推行这样的政策。那目前在基隆地区的数量是多少？嗯、对，其实这个每两年哈，农委会做一次调查啦。其实过去到现在调查，其实基隆的流浪犬啊，流浪犬，我现在讲流浪犬，大概就维持在3000多只啦、啊，对啊，但是因为这种调查、啊，它是一种估算的调查，不是非常精准，就是说一只一只数出来的，所以这3000多只，哦，就是参考，其实蛮多的，哎、欸，对，是蛮多的，就是说它每百人、嗯，就是说以人口来看，哦、每百人它大概就占0.88只，哎、欸，我基隆市民每百人有0.88只流浪狗，对。那因为这个流浪狗啊，它这个就是说控制上啊，就是尽量不要让它繁殖，就是说如果它数量没有一只飙升的话，它在因为流浪狗在野外的环境其实不好，营养也不好，那它的寿命也不长，可能在5-6年哈、哦、它就会死亡，所以如果没有繁殖的状况下，那理论上应该会控制在一个数额啦。哦、oh. ，对，所以我们目前是很稳定的，其实没有大量的增加。嗯、对啊，未来如果说结合我们的源头管制，比如说哦，取缔执法、禁变植入啊，好、哦、这些措施，好、哦、教育啊，好、哦、管制特宠业啊，好、哦、这些好、哦、进口猫狗的管制啊，好、哦、那。这个流浪狗应该理论上是越来越少，因为它没有繁殖能力，我们都把它绝育了、啊、就是家户的犬猫要绝育，流浪犬猫我们抓到也都绝育了，它没有繁殖能力，基本上它就是会越来越少，到街头没有流浪狗，那就是我们的目标啦，就是让街头不要流浪狗，每只狗都应该有人饲养的，如果万一街头看到流浪狗，对，那就是有人的狗走失了，应该是达到这个境地啊。但目前因为这种事情哦，在过去，因为我们知道，在环保局时代，每年要捕捉扑杀2500只狗啊！哇，这么多、啊！对，就这么多，就这么现实。嗯、因为狗一年会生2次，哦，啊、一次生6到8只，那真的很多。它多久就性成熟？就大概6个月到8个月就性成熟，所以也就是说它，在它有生之年，可能好、哦、就生下小孩又长大，长大之后，因为他们没有伦理观念，就会互相交配嘛，哦。跟亲代哦子代都交配，然后就会一直繁衍，就过去是这样失控的。那后来我们就跟天涯协会、猫咪天涯协会合作，那是猫的部分。啊，狗部分有台湾怀生相信动物协会，哦、对他们志工就是利用自己下班的时间，好、哦、去抓那些狗啊、猫啊、嗯，然后一只一只把把它绝育掉，让它不要生。所以其实协会的力量，就民间力量。是很大的，就是说如果你光靠政府其实真的不够，做不来，所以真的是靠那么无私的付出啦，把这个事情做好，对，也就是说目前流浪狗是在控制下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流浪狗过去不是有很多幼犬吗，会入宠物营啊，现在几乎基本上没有，就没有了，对啊，但猫的部分我要特别讲，因为猫吼、嗯、它不像狗，它是二维空间平面的，它是3D的，它跳一跳就会躲藏，哦、所以猫抓猫的更厉害，很困难。就是说你要控制到都没有幼猫出生很快，所以目前还是有幼猫出生。所以协会有时候抓到母猫怀孕生下来，哦，他们有时候也很有爱心的帮忙幼猫的认养出去、哦。对，因为幼猫你说要人工喂奶，哦，那个确实要花很多时间，是很累。一般政府机关是有困难的啦，因为政府机关你知道8点上班5点下班、嗯、那中间在那个谁要照顾呢，对对，我们没有24小时机制啊，所以这个就民间力量发挥很大的功能啊，所以我们是十分感谢，很多要跟碧玲姐请教一下了、啊、就是你们这样子协会这样子捕捉，你有看到一定的成效或者是数量吗？有啊，我像我们
常常会举办那种联合结扎，像我们上个礼拜就单单这样子结扎，就一天结扎30几只，哇！可是是要很累，是真的很累。然后最主要是我们在去年到我们今年的八月来讲，我们总共协会预计出估就2000多只的猫咪结扎，这是出估啊。有些像我们的小猫这些是没有预算的。我个人跟我们另外一个协会的理事，我们单单两个人可能一年送出的小猫可能就有上100只。哇！可是小猫真的很辛苦，不要喂养小猫，因为我们大概2个小时要喂一次奶奶，都不能睡觉。真的？因为他们，因为现在母猫其实会生，不一定会带。哦。我们抓到你那种产猫已经都快要生了，你又不能把它结扎，是，啊，只能让它待产，待产之后你还喂，然后母猫很多都不会喂。很多不会喂，而且他们会咬死自己的小猫，所以我们大家就是都要照顾。然后最主要，其实流浪猫的数量比狗还可怕。流浪猫是怀孕2个月，生完1个半月之后，它就可以再怀孕，所以它一年可以生3次到4次。这么多。然后一只母猫里面，你大概有生到大概4到8只，活一半就好了。四只你在生的时候，那种数字比四倍成长，比狗的那个成，对，非常非常高。一只猫咪一年平均这样下来可以大概20几只，而且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是怀孕发情到死，他们没有我们人类的更年期，这是最可怕的。他们就是一直生一直生，所以其实流浪猫真的要结扎，但是结扎不完。很多人会想说啊，如果都把他们结扎好以后，没有猫狗，不可能，不可能，真的是不可能，这是迷思，因为到处都外跑，而且现在最大问题就像所长说的，真的要植晶片。外面现在太多那种老猫老狗被丢出来，为什么老猫老狗会生病？大家就开始在往外丢，因为不要负担那个费用。对，看医生的钱。所以真的，其实我觉得植晶片是我们是很。支持，很支持，很提倡的。我们出去外面的时候也是跟人家讲说，一定要植晶片，因为植晶片非常重要。就譬如它是一个身份证的道理呀。那你们在帮忙养小猫的时候，就会帮忙先植晶片吗？还是要等它大一点？小猫太小，其实不用了。我们有找到认养人的话，跟认养人去植晶片就好了，因为。植晶片是认养人的身份，不是我们的身份。每次都植我的身份，哦，这样子我会很累哦。好，那当然就是对毛爸毛妈来说，就是最担心就是家里的小宝贝走失了。就有业者哦，他们就自行开发了这个宠物智能吊牌，运用这个科技平台，协助民众更快速的找回自己的爱犬跟爱猫。用 LINE 扫一下智能吊牌的二维条码，就能进入到业者自行开发的平台，找回走失的宠物毛孩。业者说，希望透过新技术，让民众能更快速而且便利地找回毛孩宝贝。我们一般宠物主都希望宠物遗失能够赶快找回来，所以我们同样喜欢在吊牌上刻自己的电话。那对隐私其实是很没有帮助的，就会泄露自己的个资。那我们的方式是透过一个二维码，透过一个平台，所以当你的宠物遗失的时候，对方找到狗，他只要扫二维码，然后他就可以发送讯息给宠物主，双方都不需要知道各自，你不需要知道宠物主的电话，找到的人也不需要把电话让宠物主知道，那你们也不需要互加 LINE， 它中间有我们平台来互相做串联。好，那当然这个东西跟植入晶片有什么差别？植入晶片的话，我如果在路上找到一只狗，我必须把狗带到宠物医院或是动保所，它才能够扫晶片。那这个不用，我们只要在路边，大家都有 LINE， 只要扫一个 LINE， 它就可以找到宠物主。我们就是开发一个在 LINE 上面能够运作、能够把定位传给宠物主的一个系统。那当然我们系统除此之外，我们加了一些简单的宠物日志的功能啊，像可以记录它的除虫记录、医疗记录或是疫苗的记录，到底打了什么疫苗啊，什么时间还要再打疫苗，都可以透过 LINE 发通知给你。科技业者自行开发新技术，日前也赠送一批智能吊牌给收容所，协助掌握流浪狗的所在位置。这是我们台湾最新的技术，我们公司自己研发的。因为一般来讲，大家都会想说有植入晶片就可以，可是因为植入晶片，其实路上还是很多流浪犬。第一个，植入晶片的费用比较贵。还有，有的人说，阿伦，我比较好一点，会装 GPS。那 GPS 本身要用电池，它要常常充电，它也不方便。那你没有这个，你就不知道定位。那我们利用每个人的手机的定位，来传送给宠物主。
例如我们有遇过南部有那种类似像收容所那样的东西，他说最近在南部有某一个区域就很多流浪狗被屠杀，那他们想要统计到底这些狗是在什么地区被虐待被杀害，那他们就没有一个有效的工具，那我们就利用这个工具，我们也捐了很多这样的东西给他，希望他们在每一只狗狗身上都挂，那他就可以去记录这些位置，然后可以来让宠物主知道，哎，这个地区可能比较危险，常常有这样的事件发生。其实我们研发这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流浪犬能尽量少一点，目的就是这样。对，我们有开始在做一些跟一些社团在做捐赠的活动，就是把这个东西捐给流浪犬或收容犬，就只要宠物主领养了，他就会拿一个走，这样。所以我们有另外一个功能是目前我们现在还做不到，但是我们希望做到，就是当这个东西能够使用的宠物主越来越多的时候，那因为我们有群发的功能，假设我的宠物遗失了，我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一个协寻通告，那所有的宠物主都是能够帮你找狗的一个人，就比你在外面贴那个寻狗启事好很多。嘿，这是我们希望以后可以做到，只要它的普及率够高的话，等于你的狗狗遗失就很多人可以一起帮你找，这样子。业者说，期待新技术的普及运用，能尽量减少流浪犬猫的数量，让走失的毛孩都能回到主人身边。哇，真的是宠物就是自己家中的宝贝哦。那刚刚说到的植晶片，我记得是否是免费提供，对不对？那个除了认养的话，就是说认养我们松所的犬猫的话，就一律是免费帮你植，你就可以省下这钱啊。那如果是你自己家犬家猫，譬如说跟宠物店买的。宠物店买，像因为特种业的管理，我们是很严格，就是你源头我们的猫狗要求特种业者一定要植它的晶片，要登记它，然后购买的时候要帮负责帮那个饲主转换到它的身份，如果没有会被罚40000块。那我们其他的宠物饲主，比如说我在路上捡到一只狗，我要饲养，我要带它去植晶片，这时候是要付钱的啦。但是因为我们饲主也为了推广这个宠物登记这个政策嘛，所以常常会在每个月可能会在户外办一些活动来做注射，譬如说我们接下来会有三居注射站嘛，那也是免费，如果你的狗还没植晶片，你就赶快带去植，那是免费的。对，那如果你去一般动物院，我其实好就负起责任，一生就只做这个一次宠物登记嘛，只付这一次钱，那我就去动物医院就说我要植物晶片要帮你登记啊，其实很方便，只要付1300块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再加上狂犬病疫苗做了200块，其实1500块就狗的一生就只付这个1300块宠物登记，剩下就15000。你没有花多少钱呐、我们不像德国说有课征宠物税，你每年要缴税，啊，目前我们是没有的，所以就是说提醒，如果你还没有去植晶片的饲主啊，你记得你要赶快带他去植晶片。当然那个是法律规定会有罚则啊，如果植了晶片当然对你有好处啊，比如说狗狗走丢，我们常遇到就是狗狗走丢啦，猫猫走丢，然后过来就说我的猫走丢，你赶快帮我找，那我说你有没有晶片号码，就是说那有没有，都没有植，那都没有植就很困难找了。对，因为一般人捡到猫狗会到动物院扫一下晶片，他就会跟我们通报说这个是有晶片的，那我们就会查说这是谁的，然后就通知你来领位啊。如果你没有，那可能他就觉得说这只你就要去张贴告示，对，你变成你就要沿路去张贴，这个是没有效率的，而且不容易找回来，如果被人家占为己有，你根本连见他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所以其实植入晶片真的非常重要，就提醒还没做赶快去做。那像你们就没有捡到就收到的是没有植入晶片的那些浪浪，听说现在他们有豪宅了，这又是什么样的豪宅？对，就其实我们都知道，如果去过宠物银行的朋友啊，然后观众就知道说，宠物银行那个目前就它是铁皮搭建的，冬天非常寒冷，夏天非常炎热，然后每年冬天过去就死了一堆狗，一堆猫，当时就是这样子啊。那你看现在。他现在的旧犬舍一个空间才1.92平方公尺哦，那未来改建好，它是钢筋水泥的，遮风避雨、隔热、保暖效果都非常好。应有尽有。对，然后空间重要的是它的空间，一只狗的双空间到7.5平方公尺，我刚才讲的是1.92，
哇，它大了好几倍了，每只狗都可以过得很幸福，就空间很开心嘛，它就会笑着，然后来认养的人走道也不再那么窄，然后一走进去，然后两边的狗就狂吠狂吠，然后它自己都吓到说啊，这样我还要养狗嘛？对，那现在新的那个豪宅。那他很轻松的来，超过1亿哦，真的是豪宅。对，来看他的动物，每只狗过得舒服，笑笑的，然后他就啊，这只很好，就带去我们户外还有2000平方公尺的草地，还可以跑，对不对？带着他去溜溜，哦，这只适合我，那他就可以带回去了。那为什么他真的是豪宅哦？为什么？因为他的造价哈、哦、已经达到1亿了，所以他能不能哎、欸，他可以不称为豪宅，他真的是豪宅啊。未来他的理念哦，就是他不是只有收容啦、啊，他会发挥他有教育的功能哦，就是说民众可以来这里参访，哦，来跟狗猫互动，生命教育的功能。然后，譬如说每只动物，他可以，你可以来当志工啊，他可以，你当志工可以来哦，学习怎么喂养动物啊，哦，怎么带狗去遛啊，哎，你可以。就算你没有养狗，还没有要认养，你就可以来当志工体验一下啊。对，那里有很好的场域可以让你体验养狗乐趣这样子。那狗，我们不是说哦，都把它收容进来，终身监禁，不是。新的动物收容所会积极的让它认养出去。哦啊，这个硬体的改善就最重要的、啊。对，硬体的改善就最重要的，它就是让大家会体验到说。哦，这只狗在这里过得很好，它是开心的，对，我很乐意把它带走。除了狗之外，其实还有猫，对不对？对，也有猫。哎，对，以现在的宠物养，它是没有猫舍的哦。哦。我们现在是用一个猫笼哦，两层的哦，折叠式猫笼放在那个动物医院的大厅、哦。其实这个不是很好啊，未来有专门的猫舍哦，就是猫可以在里面，嘿，很舒服的，比较舒服、嗯、有。适应猫习性而设计的一些，好、哦、那个居住空间，让他们不会感到紧张害怕。是，对，这个就是我们真的是盖豪宅，浪浪豪宅。对，那要请教碧玲姐哦，就是其实你们也会收到一些流浪猫，那你们都怎么处理啊？我们最主要是协会是以抓扎为主，就是抓流浪猫去结扎、嗯。那一般来讲，我们比较去少收容到流浪猫。我们就只会捡到幼猫、哦、民众捡到幼猫没办法处理的时候找我们帮忙，那当然是协会大家都是在上班啦、啊、那刚好就可能就一两个像我这种退休人员可能有办法在家里照顾，但是我们两个小时喂一次奶，那个是未开眼的、嗯、那个未开眼哺乳，对，那个、哦、啊，如果像这种一个月大的可能就是一天要喂四餐到五餐、哦、六餐都有可能，所以就是我们最主要是以抓扎了。那这种小猫来讲是尽量，因为我们都是家庭，都是在家庭里面，我们没有协会是没有公共区域可以这样子用的。哦、那我们就是家里可以提供空间出来，对对对对对对对，用个几笼几只这样子而已，就是尽量能够送养就送养。哇，好有爱心哦，真的是很感动。那动保署我们知道，就是它的业务真的是包山包海。刚刚在录影之前，我跟所长聊天，就是说每年的救援野生动物都超过了600只，我就要请教所长了。它的野生动物是有分成绩的，两只脚、四只脚、没有脚，我要请教所长。对，就是动保署的业务其实，有一个很大一块就动物救援啦，就。其中野生动物确实是蛮多的啦，因为我们知道基隆是山区，95%哦都是山坡地，那本来就是野生动物栖息地方啦，所以我们周遭随处可见很多野生动物，包括山羌啊、白鼻星啊、嗯，那鸟类就不是很稀疏了。你看我们常看到鸽子啊、金背鸠啊、斑鸠啊、哈菱角鸮啊、都市鸟、菱角鸮，好，还有什么台湾蓝雀也在。七堵山区吼，可能整片树就都有，暖暖也有，对，类似这种野生动物就非常的多，就是很多元、啊。所以大家电话打来，你觉得都比较常接到什么？哦，电话打来，譬如说就是有落草的，就鸟类落草，哦，菱角鸮掉下来的，对，就是譬如说在人行道上看到一个菱角鸮的宝宝，哦，哎，但其实哦，有时候我们要提醒一些
然后通报好的民众要跟他讲说，其实要再观察，因为有时候它是落巢，有时候在学飞，学飞那自然现象它掉下来，那媽媽等一下就飞回去，对，妈妈会把它带回去的，只是说。因为菱角枭这种动物是属于夜行性的，那你可能要经过一晚，它妈妈会醒来嘛，醒来会把它带回去。啊，如果你在白天发现，因为它不想掉下来或学飞掉，你把它带回去之后，变成就是要人工照顾，就送来动保所啦，动保所必须人工照顾。那其实对这个人工去抚育幼雏，幼雏的存活率其实会比较低，对，然后可能会夭折，这是事实，所以。有些民众可能说基于爱心就马上捡，啊，其实去一些鸟类知识网站哦，他会跟你讲说，我们看到野生动物的幼雏，先不要动它。包括这也当然包括那些白鼻星啊那些动物啦。对，有时候他就是会发现白鼻星幼雏可能是在迁移的时候掉落的货。那你可能还是要观察一下，如果你把它捡走，可能就从此会跟它的亲。青鸟或者是青蛄就离开了这样子，那转成人工抚育，它会造成另外一个结果，就是说，就算养大之后，它可能没办法回到自然环境，因为它是人工抚育，我要必须喂食它，所以要回到人工还要经过一段训练，但是训练能不能成功不确定，对，要训练它能适应野外环境，那才可以去野放，如果不能适应，可能就会失败，那它就变成要终身收养，因为野生动物一般人也没办法去饲养啊，对，就会造成一个自然界的一个困扰这样。那如果是大一点的鸟嘞，比如说像是田寮河畔的夜鹭，对，那夜鹭其实也有收过这样的电话，也有。其实夜鹭那种动物啊，大部分啊，因为可能就被在田寮河那边可能撞到东西，或者是被鱼钩扣到。这状况都有，但我们兽医会在处理它的外伤啊，或者是骨折啊，或者是移除一些它的受伤造成受伤的一些金属物品，然后就会尽快野放它啦，对，就回到它的栖地那样子，不会长期收容。野生动物一般来说对待它就是会尽快让它回到野外。了解，那像之前就是七堵不是常说山猪出没，那你们怎么办？就是民众如果报，对，其实很难抓吧？不不，山猪其实它也是属于野生动物的一种，一般民众其实是不能去抓它的啦。但因为我们七堵山区有很多农民，他有种植一些作物，当然因为这个问题啊，就山猪会啃食农作物是一个。必定发生的事情，因为山猪它就是会到处去啃食，他家就在那里，对，那我们现在推动的就是中央的政策，就是设立电围篱啦，电木围篱，对，那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农作的地方，做一个电木围低电流，然后动物碰触到位。感觉到不会受伤，他就感觉到有电流，吓一跳就赶快走了，他就会走掉。对，当然这个部分可能需要政府补助的部分，我们也在跟中央争取啦，未来可以协助农民去做好电木围篱。但在这之前，民众如果农民如果说真的有危害，他必须移除，那他必须提出跟我们申请猎捕。那他就可以雇专业的猎人去捕捉，捕捉山猪，是，不然一般人事实上是不可以随意捕捉野生动物，那会违反到野生动物保育法，而且也很危险。对，我们重视的是一个保育嘛，但是希望能够保育跟农民的农作损害这些能够通通都要保护好，都兼顾，不要说为了农作而把野生动物说都抓关，把它捕杀。也不要为了保育野生动物，就放任野生动物去啃食农作，那就你们要取得一个平衡。对，就希望就是说用一个友善的方式，让农作不要损害扩大这样子。那很多民众会说，其实，在山区最近会常看到野生的猴子，台湾猕猴。对。哇，那猕猴超聪明的，听说它会进到人家的家里面去开冰箱拿东西出来吃。那有接到民众类似的报案？有，其实猕猴大概每年都有，可能有五六件通报啦。它就跑到市区啦。啊，如果是在山区一样，就是说它本来就是在野生，是它正常期。其实
我们不用去干扰它、嗯欸。那如果跑到市区的话，就是我们不要去碰触它，也不要喂它吃食物、啊、因为猴子这种动物，它如果你喂食它的话，它可能就不会走了。就每天在你家门口报道，对，他还会跑到你住家去抢食物、喔、所以这个部分像南部就比较严重嘛，他、嗯、甚至跑到市区中山大学，对，就是会发生这种状况。因为野生动物的重点就是你不要去接触它啦，不要接，你可以远远观察它，不要接触它，不要喂食它，基本上是可以跟野生动物取得一个共存的。啊，如果你一旦喂食它，它就会失去它原来。生活的极限，它反而会侵害到 你的生活，对，比如说抢劫你的食物啊，对。那可以看我们动保所的业务真的是包山包海，刚、嗯、除了说救援流浪猫犬、嗯、救援野生动物，然后还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很充满挑战的事？其实动保所的业务其实它横跨范围真的很大啦。就是其实它最基础原来的工作，它是因应动传条例而成立的动物繁育机关。动物繁育的部分，我们常会看新闻就知道，你知道我们口蹄疫已经是非疫国了，就是不用打疫苗，它已经不是疫区了。以前是因为口蹄疫，包括口蹄疫造成我们国内经济损失很严重，因为猪肉没办法出口什么的，对，那就是属于。我们的职责，动物防疫业务，动物防疫业务里面包含了狂犬病啊，哦，你看狂犬病它是一个，是会造成100%死亡的哦。如果我们现在台湾也是狂犬病疫区啊，所以这个要很小心。我们为什么一直要求民众犬猫一定要施打狂犬病？因为唯有施打狂犬病疫苗之后，犬猫才不会因为野生动物咬伤而感染狂犬病，哦，而犬猫是跟人类最亲近的动物，是一旦。台湾的犬猫有狂犬病疫苗，哎，狂犬病病毒哦入侵的话，那它跟人接触，人可能就会被咬伤，然后得狂犬病啊。这个是死亡率100%，每年有50,000人死于狂犬病，台湾、啊、就这么严重，不是台湾是每年、哦、全世界有50,000人、嗯，所以这个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非常重视的一个事情啊，因为很多像东南亚很多。狂犬病疫区，它的猫狗都带有狂犬病病毒，那咬伤咬到人，你在外面被咬伤的时候，哦，那没有马上就是对，哎、欸，是会死亡的哦。所以这个狂犬病就其中一个了嘛。嗯、还有我们常会说哦，禽流感，对，因为国外啦，因为台湾是没有禽传人啦、嗯，像香港之前哈、哦、H5、H7、H9 这一型的哦，有感染人的，因为病毒突破物种的限制，感染到人了。这个时候，对，从那个养鸡场的防疫，这就我们工作，因为禽流感对鸡是最有感受性的，所以养禽场我们就必须要经常去反噬，然后叫他们围网围好，不要让野外的候鸟接触，然后因为候鸟会带毒啦，然后传播，然后造成产业的崩盘，然后这就其中一个好狂犬病、禽流感、口蹄疫、猪瘟是明年就要拔针啦、啊。就是我们会成为猪瘟的免疫国，不是就不打疫苗，再过一年可能就跟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申请说，哦，我们不是疫区的这样子。对啊，像前阵子有发生牛结节症啊，我们兽医动保所兽医，哦，就到基隆河去把所有的那个水牛打疫苗嘛。哦，对，然后这个疫情平息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应变中心也裁撤了嘛，对，就整个都控制住，这就是动物保防所要做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动物防疫。但动物疫病是真的非常多，我这里就讲这些大概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动物保护，我刚才有讲的，流浪犬猫的控制啊，这些，还有我们饲养一些非犬猫类的宠物啊，有没有虐待它，有没有养好，我们去监督那些使用实验动物的机构，像是。那个、包括海科馆啊、他们动物展演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处理的对象，是就是非常多元，这是动物保护嘛，包括收容所也是动物保护、还有人虐待案件要去稽查嘛，啊你没打晶片，我去野外去户外稽查到也要罚钱嘛，都是我们的业务、啊再来就你看宠物食品哦，我们现在很重视那个宠物食品，有人生产的宠物食品进口过期原料，然后改标签，然后继续贩卖到市面，害得毛小孩吃了之后中毒，那我们也是要处罚，要
哦，把它的产品都把它回收下架没入，哦，然后把它焚毁。啊，再一个兽医公共卫生的部分，就譬如说我们的兽医院，哦，如果你养动物你就知道，哦，兽医院是我们管理的。嗯。哦，啊，那个动物用药品，你现在，哦，猫小孩治疗的动物用药，那个也是我们要管理的，我们要去监测它的品质好不好啊？有没有卖伪药、禁药啊？有没有随便在网路卖药啊？好，哦，我们就会处罚它。是。哎，对。那再就是有一块是属于那个我们人在吃的，像食品安全卫生的一环，因为我们是管畜禽产品的嘛，所以我们在譬如说那个学校的团膳业者供应营养午餐的，他的禽肉、畜肉、蛋啊这些，所以是你们合格，对，这个是我们的，所以大家想象不到吧，就是对，哦，啊，再來就是然后动物救援，刚才有讲到就野生动物啊，犬猫啊，哦，它受困在山崖掉到水里以后，啊，可能就会跟我们通报，我们就派人去处理，哦，嗯，就是这几个，哦，非常还有一个像违法屠宰查器啊，哦，就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有动物，哎，所有吃的肉都要进屠宰场嘛，哎，可能有人会施宰嘛，哦，对，那没有经过兽医师检查，你吃的肉可能就是不安全，是，现在我们重视这个安全性嘛，所以我们也会去查器这个违法屠宰的业者，哦，会没入他的畜肉、禽肉，哦，然后对他做出处罚，最重的还可以把他送地检署判刑，好，哦，啊，再来就是必死猪的留用嘛，必死畜禽，有南部有发生了，你看就会把一些那个死在畜牧场内的动物，他就把它全部收过来，本来应该去化制嘛，他没有化制，他直接卖了，哦，把它做成贡丸，哦，香肠，哦，绞肉，把它绞巧，好，哦，怎么你吃的什么甜不辣或什么，怎么反正把它做成一个加工食品，然后你又吃下去了，那当然那些东西是非常危险，因为它是疾病死亡的，所以你它的不安全性是更高的，所以我们就是在维护市民的一个食肉安全啊，这个我们也是花了很多的业务的人力在处理这一块，所以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说，哇塞，这个也是你们的，对，有些人不了解，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动保所职责，就是，哦，从有一点像是从经济动物部分来，有一点从畜牧场到餐桌这一块，我们要把关好。等要跟年轻人说，哦，想要挑战的话，可以来我们这里。对对，我们真的还蛮缺人的，包山包海什么都做，像动保员都还，嗯，不容易聘到，对，真的，啊，因为太多事了，工作比较艰辛一点啦，啊。有时候，哦，你说不要说下班还被，好说啊，这个有紧急要处理，或这样，对，所以不是说下班就，哎，就可以安稳的看看电视啊，然后睡觉啊，可能对要付出爱心，对。不过他们是更有爱心啦，啊，我只能这样说，他们真的是下要谢谢民间团体，真的有这样工作，然后下班后下班继续照顾小猫咪，对，为了这个流浪猫吼的这个不要再繁殖下去，不要再受苦受难，他们好，哦，花了自己的时间，甚至半夜都还在抓猫，对，这其实养猫的人其实越来越多嘛。碧玲姐有没有给养猫的人一些小建议？养猫其实就是很简单，真的要做好功课，防护网一定要，因为猫咪不是狗，不要遛猫。现在的人还是有人喜欢遛猫，猫是很紧张的动物，不要想说，我带猫出去炫猫啊，拍照拍网拍，没有错，很漂亮，但是猫容易受紧张，一跑不见的时候，猫跟狗不一样，没有办法找回来。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还是建议说，你认养猫咪或者是购买猫咪都不 OK， 重点就是你就是要有一个基本概念，结扎植晶片，然后呢不要遛猫，家里的防护网一定要有，然后再来就是你的饮食不要吃那种大卖场的那种彩色饲料，不要吃厨余，现在的动物没有在吃厨余，吃的比人还好，他们的肉干都是新鲜的肉片下去烘干的，都吃的比人还要好，真的。然后最主要是，其实我们协会就主要是抓扎了，那最辛苦的是我们理事长半夜都还要去抓扎，因为其实流浪猫的那种繁殖能力是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那为什么要半夜？因为猫就是夜行性动物，你晚上才能看得到它，白天它就要睡觉，抓也没有用。
然后理事长都趁着下班的时间去抓，他最辛苦，我们没有他的辛苦。哎，听说猫也很会报恩的，我记得上次他们说，就是他帮了一只猫母猫，结果那只母猫它是叼了一只老鼠放在他家门口这件事，我觉得哎好有趣哦。那饲养那个狗狗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民众要注意的呢？对，现在我们动保法的规定里面饲养这个犬猫啦，吼，你一定要是成年人啦。啊，那民法已经有修正，成年人就是18岁啦，要成年。当然，我们如果要养一个动物，你要知道说它的寿命，像猫狗，它寿命可能会长达15年哦。对，如果是小型的哈，小型的动物，小型犬啊这种，它的时间会更长哦。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说，我养它不是一时的冲动，必须要有长远的规划啦。就是说我真的有办法养它，就算我今天要去玩的话，我也能够安排。哦，他去哪里，而不是把他丢在家，因为过去我们有宠物饭店，对，宠物旅馆，旅馆。过去很多案例就是国庆年，就发生在年假，很多国庆年假就有人会把狗丢在住家，然后自己出国了，然后他就会说，我给他很多的水啊，但是水会打翻嘛，打翻就没了嘛，他就渴死。然后给他很多的饲料啊，对，你给他很多饲料，饲料会发霉啊。因为你就摆在那边啊，下雨能发霉，因为就会养在阳台。所以你有碰过类似的案例？有非常多，那时候很多都送判刑去了，最终还判到6个月就死掉了，因为你养到狗都死掉。还有在你不在的期间，它生病啊，你不知道，它喷血便啊，感染 Parvo 嘛，全小病毒哦，一个底下细给啊，没有人救助它。对，所以我们养狗真的要考量到很多，包括它的医疗。哦，他会生病的，还有他可能会死亡。那死亡的话，你会伤心，你要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因为他的寿命就短于人类。对，还有就是说，他会老，老了之后，他跟我们老年是一样，他需要有人照顾他，而不是说我把他丢出去，就老了，我不想要花那么多时间精力把他丢出去，所以。如果我要当一个饲主，我要评估我到底可不可以，有没有时间，有没有空间，有没有钱。有些人说，我个无钱啊，对，你自己都养不活了，对，没办法，那你就不要再养那只动物，让有办法去养，因为这样，连小老鼠都不要了。你自己生活都不行了，你还要养一只动物，那对动物来说也是不好了。其实我们在认养的时候。都会做这些评估，所以有些人问说，为什么我跟你们认养？我是意思说，我帮你，我做爱心呢，我帮你们从营认养呢，你为什么要对我做那么多的问卷？好说哦，我有没有空间？我养在哪里？家里会有哪些人照顾？家人反不反对？我为什么问你这么多问题？对你是在刁难我？其实不是，我们真的是在为动物，就是大家都我们。动保员都会很有爱心，他希望动物去的那个家庭是过得好的，而不是说我就把它推出去，我反正为了清空我的松鼠，周转率我就全部都把它推出去，反正有人认养就好，管他后续有没有被虐待的，不是，我们就是要他去一个正常的家庭，所以你养狗的人也是要评估自身有没有办法啦，就是真的要考虑清楚，不要说。养一时，然后后悔了要丢。我们养它就要爱它一辈子，养它一辈子不离不弃。我要强调不离不弃啊！当然，我刚才讲的那些基本的，你就是一定要去执行片，是宠物登记，这个很重要，这就是你对它的一个最基础的责任。每年要打狂犬病疫苗，还有记得、一定要帮它绝育哦，不要让它再生下去了。对，你就伴他这一生就好，那你功德无量。我们兽医跟动画兽也是十分感谢你。对。哎，我们剩最后30秒，我就想碧玲姐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其实猫咪的流浪猫的寿命没有那么的长，大概2-3年，所以其实看到猫咪的时候也不用去，你只要不要理会它们，它们不会攻击你，不会是想。跟狗狗不太一样啦、我们是做猫的，猫咪其实平常不会去主动攻击人，所以你只要不要理它，
那你如果不喜欢它，你也不要去驱赶它，也不要喂食它，这样子就好了。它就会安静的走开了。对啊，最主要是现在的家猫的饲养率很高，那家猫的寿命有15年到20年，所以呢，请你做好准备，真的不是像，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省钱。真的，就像所长说的，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花费量，而且现在的猫很挑食，很挑嘴，吃的都比人还要好，所以真的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是，但是最主要是不能够弃养，像我们在送养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不能够弃养，弃养是现在最外面最大的流浪猫狗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大家，一旦决定要养了之后，你就要好好的带它。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记得10月1号可以到碧沙渔港来参加狗狗森友会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谢谢。